自从到了 BC 省北部，就天天下雨，每天开车都是顶着雨前行。由于雨下得非常大，在 Saint Fraser 这个村庄暂时停下来避雨，顺便看看这个村子。我现在来到了这个叫做 Saint Fraser 这个小村子，这村子大概有个几百人吧。也就是三四百人的样子。这个村子呢不大，就是有个小酒馆，有个加油站，好像那面那面有一个邮局，然后就剩下就是住宅了。这里呢还有一个 community hall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活动中心。那前面呢还有一个教堂。这就是他村子里的居住情况。